有別一般假期無需追趕課程，暑假除了一個給學生休息和放鬆，更加重要的是它的開始正正就是一個學年的結束。既然年末的考試已經完結，新學年又未開始，到底是不是有這麼迫切的需要連暑假都要用功課去評估學生的學習呢？所謂功課就意味著它的本質帶有強制性，學生必須在暑假期間完成功課，並在假期完結後要交，永無止境地去追趕學業上的進度，這樣的結果只會適得其反，為學生帶來無形壓力，剝奪小學生選擇在暑假完完全全地放鬆這個權利。有別於其他假期，暑假並不是處於一個課程的中段，正因為它有這個獨特之處，學生就更加應該在暑假有自由選擇時間分配，無論是自主學習去增值自己，還是完全放低學業放鬆心情，怎樣運用暑假都應該由他們自己去選，不應該規定他們在暑假期間一定要做功課。近十日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曾進行的學調查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小學生每日至少要進行七份功課，在週末和長假期更加有近四成的小學生總功課量平均是達到十份或以上。香港的教育底下，學生平日已處於高壓的環境，所以完成一個學年迎來的暑假就更加應該要給他們放鬆，讓他們完全放低工作的壓力，盡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第二，小學注重多元現況無法達到，對比起中學生和大學生，小學生的年紀相對比較小，而美國心理學家唐納舒伯亦都講過，十四歲或以下的孩子處於生涯發展的成長期，在發展不同興趣、建立態度、發掘能力和自我訓練的小學生仍然有潛能去發展多種路向，除了學業之外還要顧及其他方面的發展，例如運動和音樂等等。2021-23年課程發展議會的成員亦都提出，小學的教育宗旨是包括要了解自身興趣和積極參與體藝活動、欣賞運動和藝術，但學校派的功課往往都帶有他們的目的性，學生想要學的是學校想你學的東西，而不是出自真心地想增進的知識。現時的小學就是一旦發布了功課，全級同學就要完成同一的任務，這些功課即強迫學生跟著課程向同一個方向發展，但每位同學學習的興趣和方向是否真的只涉及學校課程所安排的範圍呢？這些根據課程而派發的功課框死了這班小學生的全人發展，當學校強加功課給小學生，即有如控制他們的發展方向。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都有講過，發展權是每個兒童都要擁有的特殊人權，明明學生有無限可能，但是就只顧及學術上的功課，有機會達不到平衡發展，阻礙他們探索多元興趣。眾所周知，為小學生發放暑期功課，剝奪他們自由選擇運用暑假權利，阻礙平衡發展，一直變成成難度學位。其實我都不反對你這些
係俾佢哋自由發展，唔係俾佢哋發展啲課外知識嘅有方同學。而今日咧，其實咧，喺咁大競爭之下，應該具備咩教育同埋學習嘅態度先係今日討論重點。用四個字總結有方立場啦，壓苗助長。今日有方，我希望咧，學生一直都係為咗學習而不斷跑噶，連馬拉松都要飲水啦，正正係俾自己一個調整好狀態再出發嘅機會嘛。同樣地，學生都冇可能模範其子為本，等何況年幼嘅小學生咧？咁我方見到俾佢哋瞓覺休息冇問題，因為佢可以調節好自己平時喺平日翻學面對嘅壓力，而變成一個更好嘅自己，先可以更好咁學習，更有效率嘛。因此今日有方出發點好，但用無數功課強制佢哋學習，係態度錯，引申至以下兩大問題。先係有方方案啦，有方嘅問題出減少。而我方見到嘅係有方舉唔出點樣減少，減少邊啲，同埋更加冇舉出，無法舉出。呢啲情況下，選擇性嘅鞏固知識，如何做到你方所講嘅功課成效？因此今日咧，有方今日減少只係一個抽象嘅原則，但係冇細節，因為正正知道現況係做唔到減少噶。再嚟啦，今日睇有方今日想講嘅忙事基層，今日我方電腦咧有方就話啲家長因為喺假期嘅時間冇經濟條件，冇時間去陪伴學生，而我方今日見到嘅係當學生。呢啲功課壓榨佢哋時間係有近三成一嘅受訪學生表示用要5至6本小時作業，啲時間都冇嘅時候，咁家長係咪完全唔需要同佢哋相處？啲問題係咪完全唔需要解決咧？當我方見到冇經濟條件有咩問題啊？我只要同我父母相處，已經係一個對一個小學生好大嘅滿足。而我方見到喺平日咁忙嘅情況下，只有暑假先係一個長時間嘅假期，可以俾學生喺忙碌嘅時間裏面抽身出嚟，可以有更多嘅機會同。人相處可以發掘自己唔同嘅興趣嘅時候，我方唔明白點解有方覺得呢啲問題通通唔需要解決。再嚟有方就話：咁按照我方邏輯嘅話，係咪所有功課都要通通取消咧？我方見到唔係㗎，因為暑假正正係兩個學年之間冇必要再追趕學習進度，係俾學生一個空白期，係俾自己思考自己中意啲咩。有方見到嘅係學生有方嘅最大問題，用中學生嘅角度去睇待成績有幾重要。我方見到小學生嘅獨特性係犯錯成本最低。
兩個幾日就可以學到啲新嘅知識咧？即係我都唔係講到暑期作業有幾咁無敵啊！你需要嘅減少方案，啲學校咪幫咗家長教師會咯。家長反映太多功課，學校可以減少啊嘛。但相反啊，有家長反映有太少功課，係翻屋企係數手指，咁可能可唔可以增加咧？咁點解今日有乜一定要一刀切取消曬所有暑期功課咧？多謝大家。Thank you.
啲四歲兒童㗎嘛，即係有翻唔好再覺得所有嘅小學生都好大壓力，因為咧有啲時候壓力就真係動力可以推動自己進步啊。有翻以前咧今日揾工係咁跑，其實跑嘅係邊個？係有翻啦，因為有翻跑嘅時候咧，同大家知人學校係有幾辛苦啊。有翻咧今日講話咧，佢哋而家講學識咗小學生啲基礎知識，去留啲小學生，但係咧忽略咗咧啲基礎知識對佢哋係陌生係前生啊嘛。你今日唔操嗰啲主動話語，你點樣識啊？你今日唔操啲唔死記硬嗰啲成語，你點樣識講出嚟啊？所以我翻咧都知道，讀書嚟就冇可能即做私人傳話得考試差啲學習，並唔係所有人都識㗎嘛。但學習咧只少成多，最差成就啊嘛。都係呢個世界上人天資聰明，乜都識曬，好似星之子咁，咁佢哋咪可以傳銷到書嚟就講。但有翻但求就係講取消咗書嚟就之後，有啲基層家庭小朋友，我真係底都唔好，真係需要靠書嚟就嘅時間。咁點解唔係你書嚟就結合喺度幫佢哋咧？所以打辯論又正反方，大家都係為民族嗰啲人去發聲。咁嘅有方就係為翻大力嘅小學生去發聲，有方都係為嘅全港嘅小學生去發聲啊！我方咧唔係想做小學生嘅敵人，但正如我方以前講，有方咧過期不補救，所以咧取消咗書嚟就結嘅決定權喺邊個度咧？喺老師，因為老師咧企喺教育嘅最前線，每個學生嘅情況都唔同，老師同佢哋入對嘢度，更加了解佢哋嘅情況，懂得因材施教，剩翻嚟翻凌駕老師嘅專業決定啦。好似我哋講教育局，佢從來咧都係俾啲指引學校，在都冇校簡要規定學校要做啲咩㗎。好似喺學校只係需要跟從一啲大方向，就係小學有六個要有中英數常，但教育局從來都唔規範你功課要幾多，考試有幾多㗎嘛。再例如啦，近嗰幾年咧好多新移民從一嚟香港，可能連繁體字都唔識寫嘅，我哋都歡迎佢加入呢個香港大家庭。但問題係，如果大家唔想被正式寫繁體字、簡體字嘅話，咁我哋暑假就係花啲功夫，將嗰啲話用歐啲繁體字出嚟咯。但有我哋覺得佢哋係天才，唔使睇嗰啲字都識寫嘅人嘅，所以咧有可能講話要發掘興趣，但係佢需要好長時間。但係主面咧開到明台嘅講嘅標準係，佢要放低堅持。學習，所以自己都知啦，兩者係要平衡噶嘛，係學習同娛樂兼得啊嘛。而家佢咧有方講話後面要需要好長時間，咁例如屋企人叫我去學鋼琴咩，我日日都要練鋼琴嘅喎，我都好大壓力喎。咁點樣係放低咗咧？更加重要嘅係咧，啲興趣有陣時喺屋企人幫你揀嘅時候，你又點樣去發掘？咁咪慳死曬自己咯。即係有方咧，我方咧問咗有方好多次，點解太多唔要揀？有方話揀幾多？有方可以答。間學校咧行埋佢大學宗旨之後，你中意揀到一本都可以啊嘛。而家講緊咧係要遵從學校嘅宗旨啊嘛。所以咧佢哋都知道咧，即仲係一有分之係要平衡，因為你都知咧，仲喺某一邊仲有代價。因為你讀書咧好大壓力嘅，就係讀書好大壓力，你就係讀書就好大壓力。但係如果你即係玩嘅話，就可能就會俾人嘥更多嘅時間啊嘛。Thank you.
其實我反翻嚟聽完一個問題，就係、是、暑期功課我唔俾佢點樣仲可以有功課做，係拗咗好耐。而呢個地方已經喺主面有交代過，但係後屘冇再跟進落去，以致有呢一個嘅誤差。咁、那個分數俾唔俾咧，就真係好睇評判啦。其實、那個問題係。反科其實好似冇點樣交代個功課選期作業嘅，冇，唔見有。正方嘅定義係咩咧？喺個第一個論點裏面講到就係強制性係永無止境咁樣追趕進度嘅，所以你唔教。所以點解協一嘅方法裏面佢會講嘅就係點解我可以俾選期功課，但係我取消咗佢學校依然有資料去做。個關鍵係在於佢最尾需唔需要交。如果佢問老師攞功課，然後佢最尾需要交，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會出現佢呢個問題。不過其實你哋後續唔睇，你唔可以依靠個評判去望翻你嘅嘢，然後再去睇。因為當對方不斷咁樣攻擊嘅時候，你必須要將呢樣嘢澄清，話俾評判知你哋嗰個定義係乜。咁但係反方你冇提出你嘅定義，我就講你問佢咗佢嘅定義。明白我講嗎？所以於我而言，呢一度嘅上面嘅分數裏面就真係好睇啦，睇咩？睇就負責啦，咪正方有冇澄清啦，反方用幾大量嘅篇幅去做攻擊啦，然後就要睇下究竟評判佢勾唔勾得翻你個嘢啦。但其實咁樣好蝕底嘅，對於雙方，咁就睇下評判擺喺邊。於我而言，其實呢一個嘅狀態，我會用一個前場係未有分反方嘅，去到後場好似未反，因為我分估嘅點樣勾到就勾，唔勾咁多，咁你咪蝕咯。係咪你聽我幾時清？幾時要睇聽幾時清醒喎？咁樣樣咁邊個一咁就睇咁差啦？即係呢啲位其實係拗咗好耐，但係正方你有責任要將你嘅定義澄清翻出嚟，此其一。第二咧就係、當你去討論條辯題嘅時候咧，我覺得正方其實點解你咁驚食玩飯唔得？暑假係應該食玩飯㗎，你有上去美國係唔熟即點講咧？我成日覺得。暑假俾人休息下都好正常啊！即係你嗱，我調翻轉頭問，即係在座咁多老師、咁多評判，我跟兩個問題啫。放假你都做嘢，即係放假你唔做嘢咧，係你有問題啊！你對公司唔住，唔會噶嘛，係嘛？雖然我哋都係放假嘅時候，我哋老師都有我哋要做嘅嘢，但係小學生食玩瞓煲劇唱 K， 而家冇唱 K 噶。我好耐我唔知啊，有嘛有嘛有冇問題？其實認唔認得？點解唔認啊？你話唔係嘅，唔讀書唔得。你哋嘅立場裏面根本就係講咩？根本上佢唔讀書都冇問題。你哋就係問你係咪唔讀書嘛？唔係冇唔，其實有攞到出嚟攞唔到。讀書幾時讀？暑假嘅時候就唔應該讀。唔係暑假嘅時候讀書唔係放優先。你嘅立場係咁啊嘛？有其他嘢可以優先，多元發展係優先，興趣發展係優先，法國係優先，佢屋企人係優先，但係點排暑期作業都唔係喺前列嘅位置。但係你哋我好清楚講出嚟，不斷問你食玩飯食玩飯，你哋好驚唔係嘅，其實佢可以揀嘅，佢可以做嗰樣唔做，其實唔使咁模棱兩可啊！你哋變咗個感覺就係直接認咯，係咪？你哋嘅立場就係咁咯。咁你所以講咩攻擊都唔再重要啊！升中校委咁點啊？全香港一齊取消，有咩問題啊？是那麼不公平的，照顧個別差異，這個個別差異沒有功課都存在的，對嗎？就算擴大了那又如何？我經常問一個問題，有暑期作業，沒有暑期作業就沒有個別學習差異嗎？咦，我想問之後看看是不是三張分子有問題，但是我出了咁、那個問題係乜嘢呢？你點都有難度選題，嗰個選題嗰個差異，你難度大家有選題咁，我之後就冇賺啦，係嘛？有嘅，都有嘅。反方我都覺得係有差異嘅，再大啲，但係大啲嗰兩個嘢真係咁大影響咧？一間會答你英國嗰個例子，我覺得英國個例子係有少少推論上嘅問題。咁但係其實你真係不妨可以認嘅，你唔可以又攬住人哋嗰個波。咁大喎，我問你答你就可以完結，問你答你，好啊，我一成件上去都想問，可能好想，咁我俾完結上嚟啦。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調翻轉，我問嘅問題就好簡單啦。咁你點處理？係嘛？你
有冇話我都知道暑期作業呢個位啊？即係咪真係照顧差異係咁大？係你定定我明白，我接受。當我哋處理一件事應唔應該取消嘅時候，必然有咩？必然有利有弊。當你放大某邊嘅弊，你放大某邊嘅利嘅時候，我要你係衡量，但係你冇衡量。你衡量係咩？就是、不斷同你講照顧項目差異，係㗎，你認咗佢啦。但係有咁就點咧？佢需要去發展佢興趣嘅咩？冇。我調翻轉問下，平時翻學都有呢個差異㗎啦。但係你個追求有差異，又追求學業，又要追求娛樂，一齊做，你覺得我點樣一齊做？但佢一齊做就唔係點樣一齊做，其實對方係答咗你㗎，我咪俾你時間。但你係咪接受呢種近時間嘅方式先？你唔係咯，係嘛？我問一個問題啫，係咪佢冇屋企人陪佢就冇得發揮空間先？我頭先第一場都有講啊，我細個嘅時候我係住喺公共屋邨嘅，我嘅年代屋企係冇電腦㗎，咁我做啲咩啊？我阿媽我阿爸係翻工，佢長期喺屋企嘅，咁我點啊？放暑假佢有小朋友陪佢玩咯，你知咩叫小朋友陪啊？唔知啊，知啊，咁都大家翻咁上下年紀，即係大家都知係咩小朋友陪啊？落去做咩？打乒乓波啦，捉桌球啦，識朋友啦，然後落去樓上周圍打啦，周街跑啦。我諗我嘅年代係咁，呢啲我年長啲嘅更加明白。即係我阿爸阿媽年代就大大地空街跑啊，哇！咁有咩問題啊？好大障礙咩？其實你都係為曬食玩瞓咯，但係我開心啊嘛。即係你哋嘅立場都係咁啊嘛？點解要攬咁多嘢上身咧？唔貼身咁樣呢樣嘢，好辛苦。唔係即係對於大家有期望啊嘛，大家都係嚇，即係都係學界嘅佢啊嘛。咁啊，第二樣我都會問，我其實頭先前兩題問題，英國台灣例子同香港有咩關係？英國嗰個課程又唔同，英國嗰、那個教學制度又唔同。英國充數的方式又不同，英國的升學制度都不同，為什麼英國的數據可以用到香港做呢？我明白你想借來用，那你要簡單地解釋一下，但你們又質疑喎，那天你們有他過的，台灣的例子跟香港一樣的教授都你又有他過，即是這些位置上面，我覺得你說我不跟你說香港，我不跟你說台灣，我跟你說香港 OK 沒有問題，但你們要質一質他這個例子呢，即係我會覺得你要區略都話我知英國同埋香港嘅可比性係邊，而唔係抄嘅，因為講唔過去啊！你中間係要有一啲解説啊，我嘅理解係啊，但係對方冇讀書，你跟住我今朝早都教同交流講個問題，咁我扣你分定扣佢分咧？關鍵係咩咧？係聽清楚，如果呢個係你 core 關鍵核心嘅論證責任，而你不能夠論證，我會扣你分。但如果這件事不是你的核心論證，去到一副二副的時候拿出來反駁對方不出來，我就給分你。但這件事在哪裡出現呢？在你的主面本第二點裡面出現，是你個人的論證責任，核心的論證責任。所以在這個位置上面可能要想多一點、所以我告訴你為什麼這情況之下會是評估決定，我是這樣決定，因為我做雙方都要飛，因為這個是你主面本上面出現的東西，你是有責任達部分主面本，這個是我的看法。第二樣嘢係咩咧？係咪一定要全港小學咧？我認同係要嘅。嗱，我認同係要嘅。係啦，因為當你唔係全部分嘅時候係好困難。不過你哋冇夾到一個問題，最弊出嚟就係你嗰個反科上你減少 keep 英文到幾時點解？其實係要解釋嘅，因為點解係你哋制？因為都係你提出噶嘛。啊、你如果論證到能夠減少，亦都可以做到一齊做，呢個係你嘅關鍵論證。呢、這個唯一都係你論證責任，呢個唔係關鍵啦。因為呢個係你喺後場裏面提出嘅反方案。咁點減咧？因為你減同埋佢當嗰壓力其實係有關嘅嘛，程度上面，但你冇提出，你只係答一齊做。嗱、一齊做我俾你過嘅，原因係你個二副答咗，計咗時間我當你得，因為點解冇再跟落去啦？但係減少減幾多年？所以其實由頭到落都冇答，咁於是個問題就好難比分啦。嗱，比分為咩咧？因為雙方都有啲好關鍵、好 sending 嘅情況出現過。作為評判，大家都有缺失，係嘛？比較難比分。咁所以我要大家翻去再諗一諗，望一望。其實我覺得你哋個照顧學習差異，其實係講嘅時候，可唔可以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表達咧？例如基層家庭有幾慘咧？究竟拉闊咗之後，影響有幾大呢？其實我覺得再討論嗰啲數據，就係香港本身一啲富有或者可能基
其實我覺得呢個位置就會好好好多，即係其實有個數據可以比較就唔使用呢個數據。keep back 嘅方式，我覺得你有清楚自己嘅立場，咁喺個價值觀嘅立場上面，你唔係好清楚，有啲模棱兩可。咁啊，到最後如果贏定輸嘅比方方法就係大家嘅勝率論證，勝率變咗幾多？呢個應該聽得明我講咩？呢個方法就係究竟大家本身有嘅論點上面，大家究竟剩翻幾多？個人而我覺得今日三觀勝率論點係零，係多少爭嗰個數學上差，因為你哋冇睇到嗰樣嘢。咁你問我天真有冇成功論證你嘅嘢咧？我覺得無論係課程的前排嗰個現況，你都未完整地完成到啲對方對你嘅挑戰。我覺得比較可惜嘅係冇攞全部課程咁。佢嗰啲競賽裏面，如果真係咁緊嘅話，呢啲位就會好小心。咁都希望大家都想我上翻少，一個時間加翻幾多場。
啲情況嘅問題，就要去對方去嘗試解答你嘅疑惑。咁